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第二阶段留影幼灵夜龙原神起位的中序活动，全阶段全玩法攻略回声之子玄木人流泉之众原神 5.0。 那这个视频是第二阶段的留影幼灵夜龙的攻略。好无聊啊，没有什么更有趣的事吗？这个拍摄地点我们随便传送到这周围任意一个传送点过来都可以，唯独不能传送到右边采石顶地下的那个传送点，那个在一个洞里。这个拍摄点在悬崖下面，我们要拍的就是前面的这两只小家伙，我们要拍一张当前状态的照片，然后再拍一张它在攻击我们时的照片。我们现在来打一下它。打了他之后，我们在他对我们进行攻击的时候拍摄。好了，这样就完成了。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